90年代日剧女神铃木保奈美，随后晚间突然宣布离婚。现年54岁的铃木保奈美，她曾经是1991年以日剧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风靡整个亚洲。她和她的谐星老公石桥贵明结婚23年，育有3个女儿。保奈美在2008年加盟石桥贵明的经纪公司之后，复出演戏，但是铃木保奈美据传嫌石桥贵明管太多了，多年下来终于爆发，决定离婚。